First blood. 没有机会了。 按树推兵线把他逼回来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 哼，逆天！这什么二级抓人啊？这是哪来的呀？二级抓人？还好主播这波有点细啊。假装往 F 6那里走，骗他个 E， 然后再 Q F 6接位移，然后再直接送他。 兄弟们，右下角虎牙附带大虎可以翻一下弹幕，领取10元份红包，还有2分半。兄弟们，这个吉利的数字，大虎有兴趣可以试试手气，免费领个10元份红包。然后领到红包，兄弟们可以参与一下左下角的小电视宠粉模式，一个小月亮就可以卡牌子，喝杯奶茶。 谢谢兄弟们送出的小月亮，感谢大伙参与的福袋。无处可藏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 哎，暴动啊，咋没飞过去？失误了。哎，被他沉默之后，这技能释放的不是很好。
死哥唱歌，你好。阿达和这英雄玩啥呀，兄弟？这搁这叫个蜘蛛一直在旁边。 一技能放一下小兵，他大招指一下人，操作就完了，全是操作，没有一点机制。这英雄啥把花生米上去也能玩呀？我从不妥协。 哎呀！我点了半天还不上吗？我的天哪，四哥！我配合你干嘛？你这是你唯一帮我的功能了呀！我双招给他拿个人头还不拿？他还帮不了我，他正面走过来他抓不了，他这只能说。 死哥，这英雄更是，妈傻把花生米上去也是这样的呀！你让我奶奶这波，反而他还必死，到死也不放，我真的服了。 还好我出的提亚马特啊，这把我有第二个选项，猜一下我接下来要干嘛。不要。哦。打得活不长。 他死他，走，极限了，啊？ 速战速决吧！
不要妨碍我。 哎，不料好吧。 刀尖之上。 亵渎的九头蛇的第二种方法，好吧，第二种用法。 恭喜的十位观众中的福袋，给到我再开个宠粉模式，兄弟们一个小月亮就可以卡牌子，咱们顺便抽杯奶茶。他们活不长了。 对吧？既然队友配合不了，那咱们就不配合啊。又是一具阴沟的尸体。不，咱们能玩的是。
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就你们两个，怎么打败我？ 居然没子弹吗？这不刷了对面三足野300多块，我赚300多，他推300多，这一来一去赚了多少啊？赚了600，645路1000，1000还得了？ 这毒心太崩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我这把怎么没出鱼血？鱼血是拿去帮队友的啊，帮队友拿回线上不亏线，或者劣势的时候，拿血量去吃兵。 这把帮不了队友，帮了几波全失败了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这怎么还跟小兵一起上线啊？
一动都不了啊！这是弄得我2.98。 红粉模式还有30秒，选一个小月亮就可以卡牌子，咱们顺便抽杯奶茶，有兴趣可以参与，马上结束了。 劣质对局。Hello。我直接。没技能死。 该送了都干了，哈哈哈！继续我们的流程，兄弟等我16，我先刷一下野兄弟，我等我16，没有16我打不动他们。 发育一下。只有傻瓜才会为。 Hello， 耳光呀！ 哦，我来了。K， nice。 直接推完啊，死一死无所谓。